请掀开经本，第一面，经文最后一行，时辰正觉，这一句经文前面给诸位报告过，时辰。那么什么叫正觉？在佛门里面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，说的都是事实，都有道理。诸位都知道佛法有大乘有小乘，大乘法里面有别教，有顿教，有圆教。贤首大师判一代十教为五教，五教都成佛。天台大师判为四教，那有藏佛、通佛、别佛、圆佛。那么究竟成的是哪一种正觉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可是古大德教给我们，他说一切菩萨决定先于无所有处，已经永远离开贪嗔烦恼啊。那么说贪嗔，贪嗔痴慢疑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六种根本烦恼啊，它确确实实断尽了，这才能入见到位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。如果不在这上下真实功夫，无所有处啊，这是慧。我们所讲的看破啊，看破什么？看破一切法无所有啊。一切法，佛在《金刚般若》里面给我们说的是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又给我们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这些经文我们都念得很熟啊，可是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还是把境界都当作真实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没看破啊，依旧在这个梦幻泡影虚妄境界里面生起妄想分别执着，
这就是面对实相生起轮回心，造轮回业，本来没有轮回，将一真法界转变为六道轮回，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，错了啊，错得太离谱了。所以见思烦恼一定要断，不能不断。从哪里断起呢？从贪爱断起，于一切法不生贪爱。佛教我们呢，要生慈悲，不生贪爱。贪爱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慈悲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。我们常说慈悲就是对一切众生的关怀爱护，全心全力的协助，但是这个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叫慈悲，如果这个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贪爱。这是我们不能不把它分清楚的。在小乘位，天台家讲的藏教，只要断34行，断有顶一地之迷惑，就能够证得五分法身。这个五分法身就是说的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之间，这个时候就叫做成正觉，小乘成正觉。那么他所示现的是藏教的佛了，佛门也称之为藏头佛，是藏教的佛。这些四相将来在本经第22品十藏品里头有一段很长的经文，到那个地方我们再详细跟诸位介绍。在大乘当中，如果就硬话来说，佛所示现的八相成道，像释迦牟尼佛在当年出现在北印度为我们示现的，也可以说是实成正觉。佛在经上告诉我，十地修行圆满，十地菩萨修行圆满，准八识成四智，这个时候也叫做实成正觉。都是从四相上讲的，如果从理上讲，
古德所谓的古今情忘，心无初相，这叫做识。什么时候叫识呢？说古今，意思就是讲的三世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凡夫总是会怀念过去，会想着将来，这个所谓叫情境。如果三世情见都放下了，都舍掉了，你的心呢才真正平等啊，真正是离开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平等心现前，清净心现前了，这叫识啊。一切妄念不生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理事因果，这个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叫正，正知正见。见到自己觉性常住，这就称之为觉。实觉与本觉，本觉是本有的，实在讲哪里有实，不过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本有的般若智慧，本有的大觉，这个时候现前了。佛法里称之为尘啊。那么这是实尘正觉的意思，这从理上讲，如果就佛性，或者是说法性，或者是说真心离体，在佛法里面也称作为法身。这里面没有成与不成，如果有成有不成，两桩事啊。禅宗里面所谓向上一着，向上一着就是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里面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。如果你说成，成的对面是不成，成与不成是二法了。是我们联想到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初次见到印宗，见到印宗法师。印宗那个时候是岭南的大善知识，
在南方一带啊，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。这突然认识能大师，只是讲经的时候，听众里面有两个人在争论，看到外面挂的这个幡呢，风吹着幡动，有一个人说风动，有个人不是幡动，他们两个在吵架，争论不休啊。这个能大师在旁边听到了，就告诉他，不是风动啊，也不是幡动啊，仁者心动。哦，这两个人听到都很佩服，于是很快就传给印宗法师。印宗法师觉得这个人有真智慧，很了不起。这一问呢，这知道是五祖忍和尚的传人。印宗对他非常恭敬，就向他请教，你在忍和尚，在五祖那边常常听法了，五祖对于这个禅定解脱怎么个讲法啊？六祖慧能就说了，禅定解脱是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这个种说法呢，向上一种，你还在问解脱怎么讲法，禅定怎么讲法，你是落在第二义啊，不是上上法了。上上法里头是不二法门呐。所以从向上一着来说呢，成与不成，念头都不能生啊。这个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这些意思都是这个大小乘教义里头所说的。那么如果就华严本宗的教义来说，实乘正觉，华严是无障碍的法界，以十法界的深云，这个意思，将来诸位在这个古大德著述里面常常看到，看到你要懂它的意义。十佛法界，这个十不是数字，是表圆满。用我们现在话说，尽虚空遍法界之身呐，这是什么身呢？法身。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身呐。这个说法我们很难懂啊。一般人的观念讲到身，都是认为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身。那如果不说这个身呢，那就迷惑了，就不好懂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说这个东西做身呢，这是假的。绝大多数的人误会，把这个东西当作身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佛这个法身呢，是以一切法为自己的身呐。我们还得从
比喻上来说，啊，我们是凡夫。我想啊，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所以佛在经论当中啊，用做梦做比喻很多。当我们做梦，梦醒的时候，我们很冷静地想一想刚才梦中的境界，还很清楚，很明白。然后你再细细地思维整个梦中的境界，梦中当然有自己，也梦到有别人，梦到有山河大地，梦到有虚空，这个所有一切境界从哪里来的？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嘛。自己的心呢是能变的。梦中这个整个境界是所变的。能所不二啊。能变的是性呢，所变的是相。性是真的，相是虚妄的。为什么说相是虚妄的呢？相是常常在改变，不是永恒不变的。永恒不变，我们就叫它做真的；常常会变化的，我们就叫它做虚妄的。相叫妄相，性叫真性的。这个真妄是这个说法。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心，心像什么样子，心在做梦的时候啊，心已经现了一个像了。心什么样子，整个梦境呢，那就是心嘛，就是自己嘛。所以是全妄即真啊，全真即妄啊。佛教我们从这个做梦的经验里面去体会，体会到事实真相是尽虚空变法界，这个相是幻象，因为所有一切的现象都会变化，而且刹那刹那在变化。那么这个相虚空法界，是我们自信真心变现出来的。唯有佛与法身大师亲证这个境界，他真的明白，真的知道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尽虚空变法界了，是自己真如本性的梦境啊。所以你要问他什么是身呢？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自己啊。就如同我们做梦醒来之后豁然体悟到了，整个梦境就是自己，肯定是自己，一丝毫没有错误，这叫清净法身。不再以为这个身是自己了，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的身呢，叫法身啊。那么佛在这个身后面用一个云，这个云字在此地是帮助我们觉悟的。云我们知道，非有非无。云彩我们远看有啊，一朵一朵的云彩啊，很清楚啊。我们现在乘飞机飞到云层里面去的时候，它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
所以经典里面用个云，都是告诉你这个事情啊，非有非无。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它有相；你不能说它有，它像是假的幻象，不是真的，没有妨碍。大乘经教里面云这个字用得很广泛啊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所以佛的身是尽虚空变法界，这是佛的身云啊，是佛的身云啊，法界身云。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豁然开悟了，佛的法界身云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法界身云呢？佛证的清净法身，我们又何尝不能证清净法身呢？如果你从今天起豁然真的觉悟了，虚空法界原来就是自己真心的相分啊，你跟诸佛如来同一个见解，同一个看法了，那恭喜你，你就证得清净法身。佛实成正觉，你也实成正觉了，这个不是邪知邪见，一点错误都没有，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。然后如古德所说，遍因陀罗网无尽的实处，念念粗粗，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所以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，感应道交是那么样的自然，你痕迹都找不到啊！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，那个千不是数字，也是表圆满的意思，也是表无量的意思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为什么能应呢？因为他的身是尽虚空变法界，所以他这个应身有没有来去？没有啊，没有来去啊。没有时踪啊。楞严经上说得好啊，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啊。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这句句都是实话。佛菩萨如是，我们一切众生又何尝不如是呢？只是他们在觉，我们在迷，只有这一点不同啊！除这个之外，没有一样地方是不相同的。所以才说，一念觉悟，众生成佛；一念迷惑，这佛变成众生了。就是一念差别而已。境界相
非常复杂。这个复杂的现象都是从众生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。正是佛在大乘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。现在这个世间混乱，有大灾难要来呀！怎么知道有大灾难呢？还是佛的一句话：从心想生。你们问问社会上的人，会不会有大灾难？有哦，我想可能哦。大家都在想灾难，灾难怎么会不来呢？想的人很多，想的时间很长啊。这个西方的预言呢，16世纪就有人讲啊，这个2000年有大灾难呢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已经想了400年了。这世间这么多人在想啊，这个灾难哪有不来的道理啊？如何叫灾难能够化解呢？大家都不想了，这个灾难就没有了。只要你还想，这灾难就不能够避免了。这是我们从理上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这是真理啊。如果从语言上讲，一切众生造作贪嗔痴慢，造十不善业。你看这个社会，普遍的都在造杀盗淫，都在造妄语两舌恶口绮语，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，这是语言。有因有缘，果报哪能不现前呢？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一定要觉悟啊。他们在造，我们在念佛。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，共业里面有别业。我们也不要存一个侥幸的心理，佛菩萨保佑我消灾免难，不要有这个妄想。有这个念头啊，妄想啊，你还没有摆脱妄想啊。我们连这个念头都没有，只有一个愿望，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只有这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念头，除这个念头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个灾难呢，自然就化解了，自然就消除了，不能夹杂一个杂念在里面。那么我们是不是很快的就往生？也不必去想，你想就有攀缘心了啊。佛教我们随缘嘛，不要去攀缘嘛，一切都交给佛菩萨，自己不要去关心这个事情，不要去过问这个事情，只问我们自己分内的事情。我们分内的事情昨天跟诸位报告过，传法立身。
佛法不贵能说，贵在能传，大家法流通正法这个大愿，这一切这一生呢，都由诸佛菩萨照顾，我们何必去操心啊？何必为自己去起心动念？那就错了。所以就本经的教义，这个境界非常广大，经中具足主办，在这个法会里面，释迦牟尼佛是主，所有大众是伴的，主跟伴没有一定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做主。你做主，一切诸佛菩萨也是伴。菩萨做主，诸佛如来也是伴。主伴圆融啊，这才叫真平等啊。人如是，法也如是。华严经为主，所有一切经都是伴。无量寿经为主，华严经也是伴。弥陀经为主，无量寿经也是伴。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做主啊，任何一部经都是伴。主伴圆融啊，这是真平等啊，这是真自在真实的解脱啊，自自然然含摄了，包括了十方三世，一法不漏啊。所以时辰这一个时字里面就包含了无量劫，说一个处所就包含了尽虚空变法界，这是华严里面所说的一劫一切，一切皆一啊，一尘一切尘。所以经上讲啊，这出现品里的说，如来尘证觉时，于其身中普见一切众生尘证觉。换一句话，如来尘，众生就尘，佛佛平等，一切成佛。无量寿经上讲的一切皆成佛，跟华严经一个意思啊，正是古德所谓一鼻孔出气啊，没有两样啊。关键在哪里呢？佛觉察到了，我们没觉悟到。佛讲的句句是真实话，这些意思将来在这个经里面出现品第37品以及如来不思议品第33品里面很详细的来解说，这都是给我们说明事实真相啊！什么事实呢？
自己呀、啊，我们常讲啊，说明自己跟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。真相在哪里？就在现前了。没有离开一丝一毫。那么这是实诚正觉的大义。李长者对于这一段经文他说的也很好，值得我们做参考，也能帮助我们去体会。他说这个如是我闻说的简单容易懂，他说如佛所说，是呢是佛所说，这个好懂。确实我们如果做这个华严经的写这个简单的注解用这个好。如是我闻如佛所说，这个经呢如佛所说。是佛所说。不是我阿难说的。阿难在此地跟我们佛讲，句句话呢都是佛说的。没有加自己的意思进去，如佛所说。非常忠实。阿难亲自在佛那里听讲经的，不是别人传闻，他亲自听说的，这个我们可以相信的。如果是传说，诸位一定要明了，传说就不可靠了。为什么呢？往往在传说里面呢，这个传的人，所谓在里头啊，有增有减呐，不忠实啊。听人家说两句话，他要加上七八句话，渲染呐，愈传愈模，愈传愈不是那个样子了。传闻呢，容易失真呐。阿难是亲闻呢，不是传闻。长者在他的注子里面，他注子叫贺论的，有几句话特别提醒我们，我们应当要学习。他说心经不二啊，方闻佛所说经。若心经有差了，就不可闻佛所说。一佛不能信顺领受，这一句话重要。这个境界很高啊，说的是没错，但是不是凡夫境界。虽然不是我们凡夫境界，我们要是明白这个道理，依着这个道理去修学，那对于我们领悟这个经典的真实意义是决定有帮助。心是念头啊，起心动念啊，境是外面的境界。凡人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哪有不起心动念的道理？起心动念呢，就落二三了。所以我们读佛经
做古大德的注解。如果说懂，实在讲只懂得一点文字皮毛啊，只懂得一点表面啊，里面的真正的意思，开经偈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，你能解吗？确实不解如来真实意，不解如来真实意，你怎么能够说你听懂了佛经？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要能够懂得佛经，一定要自己认真去修行，一定要自己用功啊！用的什么功夫呢？看破放下。看破，知道万法皆空啊！放下呢，再不分别，不执着就行了。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离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时候心境就一如了。佛的一切经典呢，不要听多啊，听个几句就开悟了啊！这是我们想到唐朝慧能大师，他很年轻啊，才20出头啊。五祖传法给他的时候，他才24岁。所以这20出头啊，小伙子，没有念过书，也不认识字，但是很孝顺，每一天上山砍柴，卖柴，把卖柴的钱买一点米粮食回家了，养他的老母亲。那么他有一天卖柴，卖完柴拿到钱了，偶尔听到有人在念经，他在窗外站在那里注意听听，听人家念的是金刚经，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他开悟了，他真懂了。念的人啊，不晓得念了多少年呢，不懂啊。他在旁边听了几句啊，他就听懂了。哎呦，他为什么听懂了呢？心境不二啊。他是真正闻佛所说经的。那个念经的人啊，心境不二啊。有差别了，所以天天念也不懂如来真实意。那天天念太不开悟。慧能大师偶尔听个一句两句，他开悟了。差别在哪里呢？一个人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。一个人心里头充满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差别就在这里。所以要晓得，妄想分别执着害死了我们了，害惨了，不是好东西啊！为什么还在境界里面起心动念？还要这样继续下去，
不要说听我讲经，我在这里，这一次我们开讲《华严经》，预定4年到5年，你听上个5年也不会开悟。如果你真的把妄想执着放下了，这5年当中你一定开悟。我不开悟，你会开悟。就像说我念《金刚经》，你在旁边听吗？六祖慧能旁边听吗？我念的人不开悟，听的人开悟了吧？讲经的人不会开悟，听经的人会开悟啊。会说不如会听啊。长者这两句话重要啊。你听经没有悟出，那个信受奉行你做不到啊。为什么人家听了之后能够信受奉行呢？他明白悟入，所以他能够信受奉行。我们以慧能做一个例子，能大师能够信受奉行了，念《金刚经》的人不行了，他做不到啊。所以这个是礼长者的很重要的一番开始啊。那么他的这个论，好的地方很多啊，值得我们做参考。那么讲到这个表法啊，他表法讲的很多，我们特别着重啊这个阿兰若法菩提道场啊，尤其是要懂得表法的意思。菩提场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菩提是觉悟，你觉悟的那个处所就是菩提场，处所不能够定在某一个地方啊。所以大乘经上讲啊，六度就是菩提场啊。六度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三学是菩提场啊。普贤菩萨十愿是菩提场啊。这些修学的纲领常常在心地，心地就是菩提场，你所在之处无疑不是菩提场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法界无边，菩提场也没有边际。这个道理懂了，然后我们才稍稍能够体会佛与大菩萨，这个大菩萨《华严经》上讲的41位化身大士，初住菩萨就能够示现八相成道，正是所谓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应以某一种法门而得度者，他就示现某一个法门来帮助他。我们刚才讲了天台四教4种佛，先说五教5种佛
啊，这成佛成哪一种佛啊？这个佛法里都成不了了，没有这个因缘，佛可以帮助你不舍人身呐，也就是帮助你不堕三恶道啊。所以人天小果，帮助你升天，享受天上的福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啊，这个套这个佛经的例子，如果应当以基督教身而得度者，那佛菩萨一定示现牧师的身份呐，啊，去度脱他了。啊，应当以伊斯兰教而得度者，那佛菩萨一定示现阿訇的身份呐。哪一个宗教里面都有佛菩萨在其中，佛菩萨无处不现身呐，法界无边，道场无边呐。那些宗教对佛教不尊敬，应该的，正常的。佛教如果对于其他宗教不尊敬，错误的，那个不正常。为什么呢？佛教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嘛，你怎么能分呢？所以佛法里头没有界限，啊，没有种族的界限，没有阶级的界限，没有信仰的界限，所有一切界限都没有啊！它是圆融无碍的，所以说恭敬，一切恭敬，决定不能分。他学佛的，我对他恭敬；那是学基督教的，我对他不恭敬，不可以。一律平等的恭敬。我们对佛怎样的恭敬，对一切众生同样的恭敬，没有差别，你才能够其如境界。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这在头一天就跟诸位说过了，为众生做最好的榜样。众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有许许多多的过失。佛菩萨示现，改过自新，做一个圆圆满满的好样子。所以，诸佛菩萨应现在世间，为什么呢？帮助众生断烦恼证菩提，不为自己，为一切众生呢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我们应当要学习啊。佛菩萨如是，我们今天也能如是啊，这叫做学佛。啊，那么这是礼长者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几句很重要的开始。啊，我们继续看下面这段经文。最后这个一面，第一面
倒数第二行，看课题，别行处也。这个下面，给我们讲讲经的处所。主讲人以及听众啊，这个听众就重啊。那么一般讲六种成就呢，这处成就、主成就啊、众成就。那么这个就是三世界，在本经里面讲的气世界、众生世界啊，就有情世界的知正觉世界。主讲的是释迦牟尼佛，知正觉世界。讲经的这个处所啊，就是气世界。那么这三种世间，前面的两种，知正觉世间跟气世界，本经显示的是如来果地上的一真庄严。那众呢？这个众不是普通的大众，都是法身大士啊！古德常讲啊，41位法身大士啊，全都是法身大士，所以这个法会显得无比的庄严。处所庄严是依报，教主难思是正报。众海云集是有情世界，古德讲的福业不空啊，这些人庄严道场，帮助佛教化九法界的众生。世间人有家亲眷属，佛是以弟子为眷属，我们称为法眷属。那么这行师眷属的圆满，那么这个四庄师在本经里面，每一庄呢，给我们说10种庄严，它里面的含义是叫我们呢，寂然娴静。我们今天住的是娑婆秽土啊。如何能在娑婆秽土里面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净土，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！诸位要晓得，世尊呢，本是释迦牟尼佛，娑婆世界也有四土啊，凡身同居土。我们现在住的凡身同居土啊，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、常寂光净土，每一尊佛都有。而且告诉你，四土是在一起的，我们如何能在秽土里面见到净土？
学这个通过学习华严，我们在秽土里面见到净土，你成功了，你真正的入了华严境界。那么这个别行处言，这个处所里面有四段经文，第一个是讲大地，第二个是讲树，第三个是说宫殿，第四个是讲狮子座。那么这个三段经文都有三种解释。第一个是从四，那在经文都能够看得出来了。这是四法。从四法里面，我们要懂得它表法的意思。那么第一个讲地，地是什么？地是表心地化身啊。树代表什么呢？树代表建立，树立。儒家孔老夫子自己叙说他学习的成就啊，渐渐逐渐的向上提升呢，这就好像树木啊，年年呢往上长高啊。夫子自己说三十而立，三十就成立了，这个历史道德学问基础打好了，建立了。我们想想我们的学业道业事业有没有成就？这值得我们认真去反省。孔老夫子说四十而不惑，他境界向上提升了，不会被外面境界迷惑了，意思就是智慧开了。那我们四十岁还会不会迷惑？五十而知天命，这都是建树啊，都树表的，又高一层呐，知天命啊。什么叫知天命呢？明白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。他真懂得了。六十而耳顺，这个耳顺呢，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。六十岁他到这个境界了，一切都能够顺众生。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，随心所欲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巧啊。不逾矩善啊，随心所欲是自在，自在又合乎规矩啊，得大自在不违背规矩，那是真的自在啊，不是放纵啊。
纵欲那个造业要堕落的。你看看他这个建树，这个树一年比一年大，一年比一年高。在佛法里面，这个树代表菩提，菩提什么？觉悟啊！孔老夫子生年生年，一年觉悟的范围越大，越来越高。我们的觉悟也要一年比一年范围大，一年比一年要高啊！所以佛家讲的这树木啊，表这个意思。宫殿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呢。我住在哪里呢？《金刚经》一开端，须菩提尊者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应云何住。这是个大问题啊！应云何住啊？意思我们的心要住在哪里？不是讲身的，身不要紧啊，你这个心要安住在哪里啊？佛给我们说了，心要安住在大涅槃。涅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，在《金刚经》上就讲的无住生心。无住不生嘛，生心不灭嘛。无住生心，生心无住啊。这个话如果听起来不太容易领会，我换一个说法，要住在什么呢？非空非有，空有两边都不住，这个就是涅槃境界。你这个心呢，住在有，样样都执着，错了。你要住在空，也错了。空有两边都不住，这个就对了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教人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身心就是无住，无住就是身心。宫殿是表这个意思。坐。我们每天都要找一个很舒适的座位坐坐，大概坐的时间是比较多。除了睡觉之外，坐的时间最多，所以这个坐就很重要了。如来身坐讲经，他是坐着讲，他不是站着讲啊。坐标什么呢？坐标法空，万法皆空啊！以法空为坐，就能够随机说法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所以他这个处所庄严，气世间庄严呢？给我们讲的这四桩事情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，我们要明了。佛就是用一切万法来说法，明白了何必要开口呢？见到大地，你就想到心地法身圆满，看到是树木，你就晓得我的智慧德行要建立，
要不断地往上提升。见到这个房屋，走进房屋，立刻就想到我这个心要住在非空非有。无论坐在哪地方，看到座位就想到一切法空。那这都跟你说法了吗？所以要成说差说，无间断说。华严在哪里？华严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。这生活里头点点滴滴都是大方广佛华严。华严经不在这个书本里头啊，华严经不在这个讲堂里面啊，华严经在我们生活里面。然后你才晓得这部经与我们的关系多么密切。字字句句都是讲的我们现实的生活。那么这是从这个表法上说的。表法的意思懂得了，最重要的如何把我们这个观念换过来。我们过去起心动念错误的，与事实不相应，现在把它观念转过来，念念与事实真相相应，这叫真正修行。那么第一个，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很努力深入学习心地法身之音，才能够获得如来果报里面的金刚之地啊。这个相呢，确实是随心转的。我们讲经这个场所，现在经过修缮，焕然一新呐。讲台这是布置，我们看起来赏心悦目啊，能生欢喜心。从前为什么没有呢？现在为什么没有呢？以前的心不清净吗？现在心清净了。以前随染缘呢，现在随净缘了。你看，念头改了啊，我们这个物质环境自然它就在变嘛。心地不断的与大方广佛华严相应，那我们这个依正的环境呢，当然就跟着转了。这个是要认真学习心地发生的这一些条件，以般若为因，佛法自始至终追求的高度的智慧，我们要过高度智慧的生活。第三呢，以悲智相导为因，有智，智要不能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这个智是虚妄的，
智慧落实在生活里面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就是大慈大悲也。悲智是一，不是二。那么更高的高一等的，能以化空为因，华严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这跟我们说了四种因，心地化身之因，般若为因，悲智相导为因，化空为因，四个因多好，都是正因，能得正果。国报里面特别显示出来，就是医报的庄严，正是医报随着正报转了，或者是一个因成就一切庄严，或者是一切行成一种庄严，四种因成一种庄严，也有一种因成一种庄严，四种因成一切庄严。这个里面可以互相融通，纯杂无碍啊，因真果亦真啊。那么向下经文这四桩事情都有实据，我们先看这个地言的这段经文，请看第二面第一行，其地坚固，金刚所成，上妙宝轮，集中宝花，清净摩尼，以为岩石，注色向海，无边显现。摩尼为床，常放光明，横出妙音，众宝罗网，妙相花音，周匝垂布。摩尼宝王变现自在，与无量宝集中妙化，分散于地，宝树行列，枝叶广袤。佛神力故，令此道场一切庄严于众隐现。那么这一段经文一共有十句，十句里面就分四个段落，诸位现在看这个本子段落很清楚。第一段一句，其地坚固，金刚所成，这是总显地体，告诉我们这个地坚固啊。那么不像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大地不坚固啊，土石沙砾了，古人常讲的沧海桑田啊，何况我们常常听到常常啊见到地壳的变化啊，大地的震动啊，说明这个地不坚固啊。诸佛如来他们感得的这个依报的大地
特别结果。你要问什么原因？原因还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那地怎么会坚固？哪有这个道理？佛菩萨的世界纯以清净，平等觉，他们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所感得的这个大地，当然是金刚不坏体啊，这一定的道理，我们能够相信，这个不是假的。那么在佛讲经说法其他经论里面，多半说到这个夫作而作，在佛陀那个时代，夫作用什么夫作呢？都是用草，我们现在夫作用这个坐垫，这个是时代在进步，我们的物质受用也随着时代在进步。多半都说佛做的金刚，这个金刚为座，大乘经上所说的。可是讲整个地面呢都是金刚，这个经典呢就很少。佛在往生经里面，像无量寿经、弥陀经、观无量寿佛经，讲西方极乐世界，黄金为地，极乐世界的地体是琉璃，黄金为地是铺的路面，地面上铺的是黄金，地的这个地质啊，是琉璃，琉璃之地，琉璃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绿色的玉，我们中国人叫翡翠，翡翠就是琉璃。世间人把它看作珍宝啊，稀有的珍宝。在玉里头很名贵的，西方大地这个土地这个地是琉璃地，透明的，绿色的，透明的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华藏世界，毗卢遮那如来的暴土，整个大地金刚所成，整个华藏世界都是这个样子。华藏世界大莲花地金刚所成故，这一句话是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里面所说的。所以第一句其地坚固金刚所成，第二段是地相具德，这个大地的相状，它所居住的德用，
第一句给我们讲的上妙报轮，轮表圆满，大地既然是金刚所成的，当然所有的器用都是众宝成就，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。轮在器用里面是最圆满的，它表圆满，代表夜夜行门里面呢，具足一切行门，这才是真的圆满。集中宝花，花也是表法的。花开，你看一般人看到花都喜欢。中国人喜欢花，外国人也喜欢花。那这文明人喜欢花，那野蛮人也喜欢花。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喜欢花，他方世界的人看到花也喜欢。所以花可以说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有情众生呢共同欢喜，那都不讨厌，所以我们用香花供佛就对了，用香花可以供养一切众生，表我们一点敬意啊。花代表六度的阴性啊，我们看到花就要觉悟啊，花能令人喜悦，我们的心性也要像花开一样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。在这大经里头，佛常说，佛菩萨所在之处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就是花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见到花，前面跟诸位说过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直到一看到花了，提醒我一定要修六度万恨，唯有六度万恨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借种宝化，什么是宝呢？布施是宝啊，持戒是宝啊，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是宝啊，这是信德的流露啊。清净摩尼，摩尼是宝珠，叫摩尼珠啊，显得特别的清净透明的，用这个来庄严自己的心地，这个清净摩尼上妙宝轮、集中宝花、清净摩尼，这三样东西都是我们世间人所喜爱的，是世间人很喜欢收藏的，现在话叫珠宝啊，大家都喜欢，出门都把珠宝佩戴在身上，庄严我们的色身呢，庄严这个身相啊。你如果懂得的表法的意思呢，你就知道庄严我们的心地啊，我们一意行能够包含一切行门，能令众生生欢喜心，
心地清净光明，一尘不染，就是清净摩尼啊。所以在外表上、事上庄严我们的色身，理上庄严我们的心地。所以他这个下面是一味严实注色向海，这个海是比喻，是形容深广。无边显现，这是说隐显自在，显示出自在无碍。你家里的珠宝很多啊，你出门今天就得想带哪一些，带在身上是闲的，藏在家里是隐的。可是现在人呢，喜欢珠宝又不敢露出来，那把珠宝放在什么地方呢？放在保险箱里头，银行的保险箱唯恐这珍贵的这个财物被人偷窃。戴在手上呢，又怕人抢劫。人家为了夺你的这些财宝啊，可能伤害你的生命啊。再想想，还是生命重要啊，又不敢戴在身上，放在那个银行保险箱里面去收藏。我看了，感触很深的。1977年，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香港有一位同修很诚意，要送我一个手表，大概是什么名牌的，现在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，都不知道了，那么带我去选，去选购，那么到这个银行，他开他的保险箱，他住我不少。他有两个保险箱，两个箱子打开我看，在我面前炫耀他有这么多的珠宝给我看。我看了之后点了点头，告诉他，我说你就这么一点点呢、他没有想到我说出这句话，我嫌他们太少了，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？他感觉到很诧异。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这个珠宝不是你的，你看不敢戴在手上，怕人家抢劫，不敢放在家里，怕人家偷盗，放在银行保险箱，每一个星期打开看看，摸一摸，就是你自己的。我说，如果这种方式是自己的，我的珠宝比你多的太多太多了。他说在哪里？所有珠宝店都是我的。为什么？我叫他拿来，我摸一摸，收好了，你看吧，都是我自己的吗？这哪有这么笨的人啊？你那个两箱我没看在眼里啊。你看人呢，多么颠倒。迷惑颠倒为什么不拿这些财富就布施众生呢？给一切众生结法缘，那个多自在呢，那才是你真正是你自己的这是假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一口气不来了，不晓得是谁的一样都带不走所以世间人迷惑颠倒到这种程度
那么这是说这个庄严住色相海无边显现的意思。底下这一段呢是地上居也，这个地上居足的这些庄严。经文有五句，摩尼微床常放光明，摩尼宝珠，珠有光啊，横出妙音，众宝罗网妙相花音，周匝垂布，光跟音都是讲的作用。摩尼放光，因为它是宝物，就像西方极乐世界宝树一样，这微风吹动的时候，它就有微妙的音声出来，所以是横出妙音。罗网璎珞，这是装饰，它也表法。所以佛家讲经说法常常被形容为高树法床，床是圆形的，跟帆是一样的，帆是扁形的长形的，这个是在新加坡比较少见，现在在中国的道场，在日本这些道场可以见得到，在现在台湾有些道场的时候，最近选这个帆船啊也多了，形成一个风气。这个是表降魔伏外，表这个意思，降伏魔王外道。哪些是魔王呢？烦恼是魔王啊。哪些是外道呢？错误的知见是外道，邪知邪见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魔王外道不在外头啊。魔王外道啊，都在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啊，降服自心里面的魔王，制服自性里面的外道。那么这就是佛家常讲的破烦恼障是降魔，破所知障是伏外道。如果你把魔王外道认为是外面境界，你永远不能成就啊！你修行修了多少年多少世多少劫，你为什么不能成就？你就是把这个意思搞错了，以为魔王外道在外面，想尽方法来对付他，自己的烦恼障所知障天天在增长，分毫没有消除，你怎么能成就？依旧还是个凡夫啊，依旧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，你怎么能成就？降伏魔外啊，就是对付我们的二障，智光常照，慈音悦耳啊，
我们今天的因，最妙之因，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啊。这个因微妙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因这个妙因而成无上道，不知道有多少啊！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讲往生经的，劝人往生的就是净土三经一论，故得称为往生经啊。没有一尊菩萨不劝人念阿弥陀佛啊。以我们近代这些大德，虚云老和尚禅宗的大德，你看他接触广大的信徒，他没有劝他们参禅，他劝人念佛，特别是在最后的开示录里头，就方便开示录。我看过这本书，是老和尚117岁说的，他的弟子们把它记录下来，这个在香港、台湾都有流通，我相信此地也很容易看到。里面呢，10分之8了，都是劝人念佛啊，劝导人参就的很少很少，10之8-9劝人念佛，1/10了。劝这个参禅，从这个比例上来看，老和尚劝人念佛符合恒出妙音，这个经义符合这个经义。妙相花音，音是璎珞，罗网璎珞，周匝垂布，这个垂布有保护的象征，那用什么来护持我们自己的正法呢？用什么护持我们自己来修持呢？一定要用戒定啊，这就是表戒定啊。如何护念一切众生呢？一定要学习佛的四摄法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啊，关怀、爱护一切众生，这就好像这个周匝垂布的样子啊。下面说，摩尼宝王变现自在，这个变现自在呀，是讲的神通如意。神通不是孙悟空的72变啊，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。神通是智慧，是德能。这个智慧呀，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处事上啊，用得非常灵活，用得非常巧妙，没有任何障碍，
能令一切众生生起信心，能令一切众生生起欢喜心。欢喜学习佛法，欢喜研究佛法，这个就是变现自在的意思。我们佛家常讲啊，随机说法了，随机说法了，就是变现自在的意思。这一段呢没讲完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到这里做个段落。